我们努力的拼搏，为更好的生活，不怕路要颠簸，想要你能快乐。我们拼命的赚钱，换来跌宕一落，乐观面对辛苦也是甜的。生活到底是什么？到底是什么？是面包还是苹果？苦辣与酸甜一笑而过。生活到底是什么？到底是什么？是酒绿还是灯火？是幸福的花，一朵又一朵。最好的，最好的，最初的，最初的，为什么变了模样？让生活。酸甜一笑而过，生活到底是什么？是酒绿还是灯火？是幸福的花，一朵又一朵。你们两个把你们检讨书拿起来，给我一块念。尊敬的老师，天明和亲爱的同学们，我怀着12万分的愧疚以及12万分的懊悔，写下了这份检讨。我发誓，打死也不犯这种丧心病狂的错误。干脆直接招了吧，反正你早晚也得知道。我爸我妈正在法院打离婚案呢。天明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儿，我对这早有心理准备了。就我妈，傻不拉几的，现在逢场作戏。要不是小三打上门来，还跟娘俩自己犯二呢。自己犯二呢。妈，妈，您就不想跟我说点什么？不想说也没得说。啊，对了，你的舞蹈课从今天开始停了。啊，过分了吧您！小姨，怎么才能让我妈心软呢？我就没见你妈心软过。以小姨当妈短暂的经验，妈最见不得就是孩子哭，所以我的建议就是大哭一场。玉琴姐的忧虑看来不无道理，毕竟知人知面不知心，也确实防人之心不可无啊。王董，啊，沈阳的翟老板来了，约我晚上出去吃饭。大区经理也不在，您能陪我一起去吗？哦，我就算了吧，我就不去了。我今天早点回家。
主要是我那个来了，不能喝大酒。哦，明白了，行，没问题，我陪你去。嗯，谢谢王董，明天中午我请客，算是报答。好。想好了，卧室呢走粉色系，这书房呀就走绿色风。我都已经在网上订了20多筐绿萝，我呢要把这书房全部都挂满，然后呢用那个绿萝从那边一直垂下去。哎，你那些瓷器全部都得收起来啊，到时候呢我就把我的20-30个公仔布娃娃全部都往里面一塞。哎，宝贝儿，宝贝儿，宝贝儿，打住，宝贝儿好吗？我看呢，你的那些毛绒公仔就算了吧。你可不知道，我这屋子里的东西啊，个个非比寻常，那是我费尽千辛万苦才淘来的。哎呦，宝贝儿，你不知道啊，这些个东西我一天见不着啊，我十有八九我就得抑郁啊，抑郁很严重的，不好治啊，弄不好我得跳楼的。跳楼太严重了吧？真是这么严重，所以呢，您就当心疼我，咱这书房就保持原样吧。哎，书房不动也可以，但是大叔必须答应我一个条件。行，只要不是摘星揽月，我都答应你。简单，就是你除了工作和应酬的所有时间，都由我来安排。别！哎哎，好好好。我答应你啊 ！Yes， 重塑大叔 B 计划之 Late 美书成功上线。我们努力的拼搏，为更好的生活，不怕路要颠簸，想要你能快乐。我们拼命的赚钱，换来账单遗落。乐观面对辛苦也是甜的，生活到底是什么？是面包还是苹果？苦辣与酸甜一笑而过，生活到底是什么？是酒绿还是灯火？是幸福的花，一朵又。为什么变了模样？让生活在这我奔向明天。想不到一向严谨的小舅居然这么配合威尔胡闹，估计是无端猜忌老婆美意，自己心里都过意不去了。哼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啊！我跟你说，有什么事跟奶奶说，奶奶给你做主。因为上了同学作业，我妈把我舞蹈课给停了。还哭？还有脸哭啊？你倒说的轻描淡写。抄了同学的作业有这么简单吗？你明明是花钱买了同学的作业，好不好？你这就不好了啊！人家已经知道错了。孩子都知道错了，知道错了就完了。知道错了得接受惩罚。之前你是怎么答应我的？要想上舞蹈课，先决条件就是保质保量完成作业。还有另一个条件呢？还有一个条件。哦，对，阶段考试班级排名20名。你这么说，我只违反了一个条件，舞蹈课顶多停一半。停一半？亏你也想得出来。啊，那孩子说的也没错呀。好，就按你说的停一半，但是你必须考到班级前20名，否则的话，我就彻底停了你的舞蹈课。行了，别哭了啊！
哎，你妈不说了吗？就听一班舞蹈课啊。奶奶，哎，您先出去吧，我要写作业了。奶奶，好，奶奶走，把脸洗洗，都皴了啊。我知道了，奶奶，我要写作业，您先出去啊。好好好，洗脸啊。我知道了，奶奶。奶奶再见。我眼药水，刺人眼生疼。小姨，我已经哭过了，非常有效哦。昨天给你妈妈做了全面检查，目前来看病情虽然没有急剧恶化，但是前景依然很不乐观。为了医治病灶，我建议啊，只是建议啊，让你妈妈服用几种国外进口的抗癌药物。但是呢，这些药物呢不在医保范围内。那大概多少钱啊，韩医生？每个月要25000左右吧。知道了。不回家吃饭啊？为什么？哦，来了经销商，舒雅又不能喝酒，那不还有大区经理呢吗？你现在是董事长啊，不用什么事都冲在前面。行，我知道了，你少喝点儿。怎么，大成又不回来吃饭了？他说晚上有应酬。哦，那让老梁少炒一肉菜吧。那行。镜头上呢，咱呢就陪他玩两天啊。哎呀，我都怕惯出毛病来。怎么能说是惯呢？哎呦，说实话呀，在这之前呀，糟改人的是您和我，还有我大姐，所以呀，咱呢配合一下，就算是补偿人家为了。大叔。上午面试兼职去了，你带端端去的？哎呀，我傻呀，我带孩子面试。那你把小孩一个人锁家里了？可能吗？我本来想让红姐帮着看一下，结果她说没时间，我就让姐帮忙。姐二话不说，把他们家新保姆就发过来了。姐家新保姆？你心这么大呀？你就把孩子交给一陌生人啊？什么陌生人啊？你就别得了便宜卖乖了。那大姐人特好，帮咱看孩子，给咱所有的屋子全打扫了，而且还给我做顿饭，临走一分钱都没有。那还行，你面试怎么样？哎，快别提了，那新开张的一小破公司，挑三拣四的，跟我说3岁以下孩子妈绝对不考虑，给我气的，我当时就骂了一顿那老板。骂了，然后呢？哼，就没有然后了，然后。我长记性了，我改了一下我自己的简历。
婚姻状况不婚。什么叫不婚啊？我要是写未婚，别人就得问你什么时候结婚呢？我要是写已婚，别人就得问你什么时候要孩子呀？所以不婚最好，白给钱不干活的婚假呀、孕假呀全没了，老板最喜欢。关键老婆，这上面写着呢，这叫简历，它不是剧本。简历不变得跟剧本似的，有人能看得下去吗？再说了，我也是被逼的。纵观现在这用人市场，有几个尊重我们家庭主妇的？一说我是孩子妈，智商直接被对方拉低了。你就跟我说这事儿啊？那是什么事儿啊？不会是关于妈妈咪吧？下午韩大夫打电话了，说建议妈换成进口的特效药，那些医保上都报不了。多少钱？每个月25000。现在就上线大酬宾，同等价位的装备全部买一送一，我就不相信没人买。给你钱，不用找了。先生，你慢点。哎呦，先生。妈。我最最最最亲爱的妈妈，你的董事长儿子回来了。你看你这样又喝高了吧？你哪是董事长啊？你这成业务员了。妈，我知道你是在夸我，夸我事无巨细。你看看，看看，哎呦，连好赖话都听不出来，真是。哎呦，妈，我来吧。哎呦，慢点，你喝多少？小乖，小乖，回来！你真不要奶奶了？哦，蔡姐，你去看看街门跟后门都关好了没有？啊，放心吧，老太太，我下去再检查一遍。哎呀，我坐，到底喝了多少酒啊？是喝多了，我想睡觉。睡什么呀？坐好。醒醒酒吧。王董，今天有三个问题，你务必要给我澄清一下。三个问题？哪三个问题啊？第一，最近为什么车接车送舒雅？糟了，又被钱雨欣背后捅刀子了。舒雅的车自燃了，现在在大修厂修着呢，挺惨的。是我主动提出来捎他一段，谈不上车接车送，都是中途就下去了啊。车坏了，这个解释倒还说得通。第二，听说最近你们俩吃饭挺有默契啊，早餐他给你带，午饭你请他吃。这事我可不能忍，确实有点过了。那什么，那个人家自己做早餐是留给自己吃的，那让我那是客气客气，而且我从来没吃过他早餐。你说那两个面包片子加一堆的青菜叶子，我又不是兔子，我也才不吃那个。至于说请的什么吃中午饭，那是工作谈到饭点了。哎，有一次他好像说什么想吃什么酸菜鱼，我说那行，我请你吃，然后边吃边谈工作呢。神情语气倒是挺坦然。还有，大客户来了以前都是舒雅替我挡酒，我不在了，他怎么突然就不方便喝酒了呢？绝对不能提舒雅那个了，这么私密的事我都知道，更得多心了呀。那什么嘛，是沈阳，
沈阳的那老宅，你最了解了。他一喝高了，哪次不是满嘴荤段子呀？那舒雅毕竟也是个女孩子嘛，她心里犯怵，拉着我壮胆的啊。原来客户是那个沈阳宅老板啊。老婆，你今天怎么了？怎么这么敏感呀？我敏感？舒雅总归是一个大龄剩女。一兰可真是不像话，这不是污蔑我儿子搞外遇吗？哼！你想多了，你在我眼里她就是个小妹妹。属下就是属下，什么时候变成小妹妹了？我这打个比方，意思就是绝对不可能。绝对不可能也不能放任自流，男上司和女下属之间的适当距离感还是要有的。我提醒你啊，时刻保持自己的言行举止，全公司的员工可都看着你呢。哼，除了钱经理，谁还这么闲呀？其实啊，我跟舒雅搞好关系啊，也是为了更好的开展工作。舒雅是你的雇员，你根本就没有必要和她搞好关系啊。你只要指导好她的工作方向，监督她的工作绩效就可以了。一兰这话也对，上下有别，太近乎了，没法管理了。老婆，你今天怎么了？这可不像你的风格。你一向抓大放小啊，你这今天怎么了？这刚回家没个过渡，直接堕落成家庭主妇了。王大成，你说什么呢？什么叫做堕落成家庭主妇啊？我告诉你，你可不能小看家庭妇女。要不是咱妈早退5年，甘当家庭主妇替咱们照顾孩子，咱们的公司肯定不可能有现在的规模和局面。没想到啊，到头来念我好的竟然是这个把我赶下台的儿媳妇儿。老婆，老婆，超级利好，晴天霹雳，五星大钻，好消息！除非天上掉下来25000，否则对我而言什么都不是好消息。不是，我不在网上卖装备买一送一吗？刚刚有个叫萌萌哒大侠的网友出价30000买我的天马守护神太钢无敌战衣套装。真的假的？他说一会儿在网上给我确认一下。那还等什么呀？这个月药费就这么解决了，演的跟做梦一样。天明，没在哭吧？没。正逗我妈笑呢。依依，明天借我肩膀用用啊。行，随便用。是不是受田苗父母离婚影响？我有点太敏感了。也不知别的家庭主妇在担心什么。上网搜搜看。我居然是严防小三。10:30，王董不接，一定是说话不方便。
都觉得我要是不秀一下吧，我这心里都痒痒。啊！我想那天让兰姐姐、梅姐姐到我们家来做客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啊，没问题。欢迎欢迎！太爱我了！哎呀，不行不行了，大叔我呀累了，我去喝点水去啊。真心邀请兰姐姐、梅姐姐明天到我家来做客，不许不来哦，我会上门亲自接送的。我就不用接送了，你接梅里就行。我带着端端太麻烦了。不行，梅姐姐，你必须得来，主意是你出的，要给好评也是你才有权威性。梅里，去吧，你要是累了就歇着，我和威尔帮你带端端。行，好吧好吧好吧。爸，哎，那个3万块钱已经给你打到卡上了啊，拿去给我妈咪，赶紧去开点药去。不多不多，剩下那5000块钱你就留着给你和妈妈咪买点好吃的。啊，哎呀，爸有点过了哈，感动中国好女婿这词儿太夸张了。爸，我先挂了啊。妈呀，这是！不是大姐，你谁？你跟我有仇啊？没错，有仇。不是你谁呀？我是萌萌哒大侠他妈。哦，是你啊。行啊你啊！趁我们家大人不在，生生骗了我儿子3万块啊你！爸不能乱说，我可没骗他，是他自己非要买的。我和我老婆当时还劝他来着，但是他非得说自己是什么永不差钱富四代，还说自己是拿自己压岁钱买的。这小缺心眼的，跟他爹、他爷、他太爷一样，见天满世界的显摆，也不怕被坏蛋给算计。说话怎么那么难听呢？啊，谁是坏蛋呀？我告诉你，我是好蛋，我卖的装备那都是货真价实的，绝对是最棒的。什么货真价实啊？3万块呢？你就是真刀实枪也卖不了这么贵吧？那是你不懂，大姐。再说了，3万块算什么呀？跟你这车比起来，也就是个零头吧。少废话，赶紧退钱！你欺骗未成年人，不然我打电话报警。行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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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退还不行吗？嗯，大姐，你能容我分期退吗？嘿，给鼻子上脸了吗？不是，哎，我们家老人生病了，我今天早上刚把钱打过去。我说你这人是不是觉得我们家庭主妇好骗，缺心眼儿？您不好骗，你也不缺心眼儿。我告诉你啊，我老婆就是家庭主妇，我骗谁我都不会骗家庭主妇。我看不起谁，我都不敢看不起家庭主妇，真的。那你要给我现场砸挂编故事？我不信，我真没给你编故事，我给你看记录还不行吗？来，转账记录。什么记录？你看，这是我岳父，我今天早刚把钱转给他。我丈母娘生病了。好吧，我信你。那你说，怎么个给我分期退款？一天退5000，一周内还清。小子，看在你老婆也是家庭主妇的份上，姐姐，我今天放你一马。谢谢姐姐。记住啊。谢谢姐姐。幸亏我信用卡透支，还能扣点余额。怎么了，兰姐姐？
不知道怎么搞得有点出冷意。哎呀，没事儿，走吧，请进。客人来了。老姨，你怎么把衣服给换了？我怕冷不丁的一照镜子吓着我自个儿。梅姐姐，给你介绍一下，这就是冷姨大叔的御用不二资深管家，光管着孙子似的。哎，冷姨好。哎呀，一家人不客气。嗯，哟，咋把个胖小子当老窝瓜放到筐里了？这哪是筐呀，这婴儿提篮椅现在可流行了。这咋不是筐啊？啊，这早年间就跟我们乡下搂大粪的那个匣子是一个样儿啊。冷姨您说话太好玩了。好玩什么呀，我一句他三句，噎死我。我就喜欢小孩儿。我看看，哎呀，小小子儿叫个啥呀？叫端端，张端端。哎呦，这个名儿起得好，听着就有架势。来，我端着。慢点，您有您端得住吗？这，哎，你们说话啊，我看看孩子。走喽，走喽。冷一天端了。走。你们家多逗啊，跟演小品的似的。玉琴姐，怎么了？这么生气？舒雅刚才群发下午2点钟开会的通知，特意把我们财务部给摘出去了。好，我知道了。这又是谁的主意？大成还是舒雅？又是垃圾短信，怎么一个面试通知都没有啊？是不是我编的太过了？姐姐们，这是大叔从香港给你们带回来的礼物，普尔达的限量包包。你要哪个？啊，这个呢，给你。估计小舅知错了，将功补过了。姐家小舅就是想让我们守口如瓶呗。哎呦，太不好意思了。对呀，无功不受禄。没事儿，大叔说了，就是为了感谢你们俩对我那么好。小伟子，出来吃饭了。走，咱们吃饭去。盟主，喝杯咖啡吧。谢谢。兰姐姐，我看你刚才吃饭的时候也没什么胃口呀。最近总是担心公司的运营跑偏，你姐夫心太大了。你要担心跑偏，那你就纠偏啊。我怎么纠偏啊？我都退居二线了。退居二线也能查岗啊。我们以前公司大猫他媳妇儿，隔三差五就玩阴魂不散。就是啊，老板娘查岗，天经地义，名正言顺啊。有道理啊。有啥道理呀？男主外女主内，那才是正常儿。梅里，跟着端端的作息时间，是不是没这么累了？好多了，就是现在户外时间太少，等他醒明白，太阳早下山了。兰姐姐，一朝天子一朝臣，后来大叔大姐没再扎刺儿吧？没有了，可能是因为我现在找的这个蔡姐啊，实在是太能干了。没错，我作证。哎呦，这蔡姐不光能干，做事分寸特别好。哎呀，冷姨要是有分寸，我得多幸福呀！这墙尾子，这是转着弯抹着角的骂我呢啊！您这 A 计划执行完了之后还有什么计划 ？B 计划 Late 美术已经在执行当中了，照片你们都看了吧？看了，跟俩人似的。小舅这次可真配合啊。那是我们董家呀，觉得心里头有愧呀。这穿着年轻吧不稀罕，
增强体能才是我想要的，所以呢，我要带着大叔重走青春路，上演真人秀，重塑大叔 C 计划之陪着威尔去冒险，马上就要正式上线啦。什么意思啊？不知道啊，这又要出煞幺蛾子。就是不能让你带着他去。这是怕我停下啊？不让我停？那我揍，搅和搅和。端端妈，那个胖小子啥时候能醒啊？啊，那冷姨醒不了，他黑白颠倒了。你等他醒明白，得到晚上十点了。黑白颠倒了哇？那好治。您能治黑白颠倒？真的假的？我蒙你们走啥呀？但凡上点岁数的老年人呐，都知道这个秘方。听说呀，还是从那个宫里头传出来的。哎呦，还是从宫里传出来的，那肯定管用。就是管用啊，我在那个马达身上就试不过。哎，那个您等会儿啊，您等会儿，冷姨，我给您录下来。哎，您说。哦哦，回家，找点红纸，把它裁成那个小纸条，可别太窄啊。怎么着也得三指宽吧，啊，太窄过来呀，黑灯瞎火的瞅不见，瞅不见，瞅不见什么呀？瞅不见字儿啊！哦，还得写字儿，写什么字儿？就是那个天黄黄地黄黄，我家有个夜哭郎，过路的君子念一遍，一觉睡到大天亮。什么鬼啊！这是，这不是封建迷信吗？这咋是封建迷信呢？这里头有讲儿。你听我说啊，这小孩子要是白天撞了邪，那夜里头才折腾呢。撞邪？冷姨，你不再这么吓唬人呐！那我说你们信不信随你啊，反正我是有啥说啥。不过冷姨，端端他不是哭，是睡不着觉。哎，对呀，气根都是这样啊啊！你听我说啊，板顶板都管用。那年就那个马达，啊，你说是黑白颠倒，是夜哭郎，两样他都沾全了啊。东家两口子急的呀，你说没法啊。西医说呢，白天多活动。这中医呀，要给孩子捏过的生疼啊！后来呀，我就背着他们俩偷偷的找人，你知道，给我写了30张字条，半夜三更啊，我就贴了整条街的电线杆子都贴上了。你们猜怎么着？咋着？转天头上就见效了。哎呀，那个孩子，你说的都机灵的呀，你说的，哎呦，我摁都摁不住啊！哎呀，就那小子就在那炕上撂蹦儿啊！这也忒邪乎了吧！不听老人言是吧？那吃亏就在眼前，哎，了不地儿了，不就是费点功夫吗？端端妈，你说是吧？对对，您说的对。那我帮你打酱子去。嗯，酱子。冷姨说话真 Q， Q 言 Q 语。酱子。酱什么子？什么酱？冷姨的意思是，用那个面粉就做那个贴符咒的浆糊。哟，说浆糊不就完了吗？冷姨心眼多好啊，那得分是对谁。哎，不易呀，端端妈一个人养活孩子，你说又没有老家儿，是又没有保姆，哎，
这要是搁过去呀、啊，那就是天经地义。可搁到现在呢，那就是惊天动地。哎呦，真是的，老话说得好啊，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哟。四点才接依依，不如借此时间去公司看看。师傅，麻烦您前面右转去开发区。好的。自有品牌从线下走到线上，理由呢不言而喻，在这里我就不做累述了。目前公司的网上商城正在构建当中，本月底就可以正式启动。公司自主拓展线上业务，对线下经销商是不公平的，尤其是直营客户，店面、人员、仓储，方方面面算下来，线下的零售价格肯定要高于线上价格。我觉得也是，线上拼的是低价，搞不好线下实体店就成试衣间了。你们不知道线上的价格都是由我们自己定的吗？舒总的意思就是维持线上线下零售价不变啊。易总好。大家好。易总好。你怎么来了？办点小事。啊，您继续开吧，我也听听。想面对时候想要做的很多，怕错过的更多，曾经困惑怎样才能快乐，想要为爱守候，却怕丢了自我，新的身份和这不一样的生活，蓦然回首，一切都是值得，因为有你，因为你，转身只为靠近你，因为爱你，爱着你，感谢你一路牵着心。